哦，嗯，你觉得登山对你来说漫长吗？在没来之前，每天会担忧很多事情。12点钟方向就是珠峰。啊，中午呢，这时候还是爬珠峰，喝下去儿，然后就一家人呢，平平安安的。我这一辈子也就这一次机会，帮我想想办法。跟自己的妈自己回来养。但是到这里来了以后，你会发现，人都是不服输的，不愿意低头的。珠峰不会因为你一个盲人会对你大开绿灯。如果这一次没有登顶的话，以后就真的没有机会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所有人在等着你。那你自己想好为什么要登这个山了没有？越是在乎于自己，越是把这当回事，你发现这座山压力会越来越大，越等我没完没了。对，你这速度的话是要出事的。等一下，但是你在漫长的时候，你会想啥呢？我再走一步，就会离自己的峰顶进一步。